本月九日晚上22时许，在壮围乡壮滨路3段22号前发生汽车与马匹的交通事故，礁溪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处理，经查为林姓驾驶，男，69年次，自小客车由壮滨路3段南往北方向行驶，行至上述地点时，突有一邱姓4主的马匹自马场窜出，并由东往西横越马路，致使林姓驾驶刹车不及发生车祸，所幸双方均未受伤。礁溪分局提醒，如有饲养动物，应注意勿使动物自行上路，如致生事故时，饲主仍需负相关刑事、行政及民事责任。无，等下看伊来，伊安那讲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你有影嘛，咱有翕相，就是讲确实伊马走出来，唔是讲咱黑白讲，你着影像，你等下着放我看，吼、哦、啊，我也会保存这样子，哎。啊，本月九日晚上22时许，在壮围乡啊壮滨路3段22号前啊发生汽车与马匹交通事故，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处理。啊，经查为林姓驾驶自小客车由壮滨路3段南向北方向行驶，啊，行至上述地点时啊，突有一马匹由马场窜出，并由东往西方向啊横越马路，啊，致使林姓驾驶刹车不及啊发生车祸。啊，所幸双方均未受伤。啊，警方对林男实施酒测，啊，酒测值为零。啊，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，啊，对邱姓事主啊自担举发。啊，本案已转介调解委员会处理后续民事赔偿事宜。啊，礁溪分局呼吁，啊，如有饲养宠物，应注意啊勿使宠物动物自行上路。啊，如自身事故时，事主仍需负相关刑事、行政及民事责任。